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好，在这边要来特别介绍我们今天开球的来访单位啊。今天是魏玄龙与日式甜点企业 Day to Life 合作举办的 Day to Life 爸爸日。魏玄龙队特别邀请到啊，在来到台湾，今天刚好满22周年的 Day to Life 日本第一泡芙品牌的泡芙爷爷，好，那刚好今天呢，也是我们胡子爷爷、泡芙爷爷的生日，以及 Day to Life 的映木正贵总经理，还有他的孩子映木正宇，在父亲节的这一天，一起来担任我们今天的开球嘉宾。好，所以呢，现在我们来依序介绍今天的开球投手。今天的开球投手呢，将会是由我们非常可爱的吉祥物胡子爷爷来担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开球投手胡子爷爷。哦，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哦。哦，是的，我们胡子爷爷好，虽然好已经是爷爷的年纪了，但是也是非常的可爱哦。好，那同时呢，我们的威弟也陪同我们的胡子爷爷一起来到投手的位置哈，来为我们今天来看球哈。来，爷爷，我们这边请来这边，好，来欢迎胡子爷爷来球球，好，球球给爷爷。好，来，现在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开球捕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Let's Go PJ 全品杰。好，品杰也是我们非常可爱小宝贝的爸爸，好，现在已经也是爸爸的身份。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的开球打者，好，就是要邀请我们的映木正宇来担任，以及我们今天的主审就会是由我们映木正贵总经理亲自来担任主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打击映木正宇以及我们今天的主审映木正贵总经理，掌声欢迎。来，爷爷，我们可以再稍微往前一点点，好，往前一点点。来，正宇这边啊，我们来到打击区，哇，很好，要打出全垒打的气势哦。爷爷，准备3、2、1，请投出。好球，精彩的好球，谢谢胡子爷爷，谢谢映木正宇，谢谢品杰爷，谢谢映木正贵总经理。那我们一起来到场中来合影哦。好，那威弟我们也一起来参与合影。来，我们给爷爷，来，爷爷给你球。哎，来，我们看一下前方举手的同仁，好，一起来纪念这个不一样的父亲节合影，哇，真的是非常的温馨哦。OK。